志工特地从台北搭机到澎湖关心环保志工，同时了解大家做分类的环境。当老菩萨每天在做环保，或是有人想来学习环保，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海报，可以让他了解地球到底面临什么情况？那接着要让大家有一个共识，好，我们都有下一代，我们希望留给孩子一个平安干净的地球。慈济澎湖联络处举办联谊，感恩环保志工为守护地球的付出。我们环保菩萨哈，个个都是上人的宝，哦，每位宝哈，我们都哈非常的珍惜哈，因为环境要好。不仅仅是要靠你我，还要靠大家啊！平常哈，就有很多的环保菩萨，平常在他生活圈的那个范围之内哈，为我们这个大地不断的在付出。差不多做14年，伊阵较少，迄阵我拢去海边捡，有闲就捡，不管是积碳还是泡渣，做环保拢袂记艰苦。上台一直讲说我们要共识，身体力行是最佳环境教育。志工更期许不止做，还要说，带动人人为地球尽一己之力。回收好，不用更好。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邓宝珠、叶秋良、蔡秋队澎湖报道。